回来做我的王子啊？回来吗？你永远都自作聪明。什么叫自作聪明啊？我，那我就送到这儿了。你上去，我看你上楼。你回去吧。嗯，那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倩倩，你跟沈侯，我俩复合了。你不是说不会跟他复合吗？嗯，我就是想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也是，不要让自己留遗憾。嗯，走吧，走吧，回去了。喂，来我这一趟吧。你不喜欢我，你不用把我推给别人，我就想躺会儿都不行。你不用让别人来接我，我自己走。哎，你不能开车。你别管我。知不知道我是谁？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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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长得最帅的那个，对吧？你等会儿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在女生宿舍楼下就是你啊！哼！啊？你说完了吗？嗯。你干什么？对不起啊。